来做到20下。对，蛮长的。好，休息，还可以哦。一、啊、九、一、啊、啊啦啦啦啦啦啦！怎么会的？舒服啊！人本来就是要运动，不能会白吃啊。是台湾店的教练 Amber， 从事教练这个行业蛮长一段时间的，健身应该差不多2-3年。如果就健身教练的话，之前的领域是担任游泳教练，有在教游泳，专长还有跑步。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保持健康，对，然后加上他之前因为开刀过，所以在动作上要注意比较多事情。等一下，背先固定住，平胸，平胸，来五，对。再往下，他比较好的观念是他知道要运动这件事情。人本来就是要运动，不能会白吃啊。一个礼拜运动几天？2天啊，还有做瑜伽，还有按摩。所以他也知道，可能就是老会可能没有力气，或者是肌肉量会流失的比较快。这是他的手，双手都有开刀过，所以他对于一些抓握的力量其实没有那么足够，所以在初期上课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让他真的拿到很大的重量，先让他可能练习有抓握或者去支撑住，就是练习可能握力这样子简单的重量而已。脚踩稳，吸气吐气上，很好，然后后面才慢慢肌力有增加，才让他像可能拿到真的一些比较重的重量，然后他可以去负荷。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他们对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示范一次动作，然后跟他们说，他们就会说好，可是做出来呈现的动作可能又会不太一样。好，下来吸气啊，肩膀不可以跑起来，所以要固定住，肩膀固定住，好，推出去手伸直就好了。这边要固定住，慢慢做就好了。再一下，好，休息。没了没了，会比较讲不听。这个看到就是你在跟他上课的时候，玩乐啊。前面是已经有练过，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再做。阿曼伟，阿曼伟。对，前面有经历过一些事啊，后面也真的是他来，然后他会自己玩，然后真的也就是我跟他讲不要做那个动作，但他还是做，他就跟我说，哎、欸，我真的发现我做完腰会不舒服，我就会用台语跟他说，我就说炸的该公鬼，慢慢的走，对，就像有点像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双频道切换嘛，就是他可能他会有他自己的步调，就有点不按牌理出牌，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也不太知道他要干嘛。重量可以吗？可以，可以。哪边在用力的感觉比较多？超可以，超可以啊！不会不舒服哦？不会不会，好，很爽。对，就有点像半开玩笑，但是就是因为他蛮乐天的，所以我觉得跟他上课这样还蛮好玩，就是蛮有趣的。那你喜欢 Amber 教练吗？喜欢啊！我用来秀妹妹，我唔敢个怕，我用个站妹呢，我唔敢个怕。突然做到20下，对，蛮长的。他就是会觉得，哎、欸，我好像还可以再做。好，休息。六，还可以哦。一、啊、九、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他们一周是来上2次的频率，对，那我们就都会带他跑全身性。今天带的课表有硬举，然后臀推，再来就是划船跟胸推，基本上就是下肢跟上肢，下肢基本上就是拉为主啊，可能后侧，然后还有臀部，因为像对他们来说，其实臀部的稳定很重要，因为不管他们走路还是什么也好，对，那一个块的肌群很重要，所以会带他去做训练。然后再来就是背部，现在可能遇到比较多，可能他们会驼背或者是没有正确的生活姿势的时候，对，就会以划船啊也会去训练，那有拉就也会带到推的训练，几乎是全身性的大家一起做。一方面是他的肌力真的有提升，因为他的重量都是可以慢慢的稳定往上增加。再来的话，他就是说他觉得身体的状态有比较好，像是可以走比较多路，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舒服一点点，手也相对比较有力气一点点，对，跟之前比起来的话。然后他说他自己也明显的有变瘦，他说他体态有变好，然后肚子真的有比较小。
应该说我觉得一开始对于完全没有可能运动训练基础的人要来健身房真的比较难，但他们敢就是可能可以踏进健身房开始运动，就是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对上课比较担心的话，你可以先从建立运动习惯开始，等于先进来这个地方，然后先习惯，可能从跑步机也好，你可能慢慢走，速度也不用快，然后慢慢再去接触可能像重训这一块。那前面我真的觉得要有人带你，是因为你对这个领域还不太清楚，都要先以安全为主，所以我觉得可以慢慢来没关系，但是你至少一定要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随着年龄开始增加，或者是没有在运动的状态下，身体的机能真的会逐渐下降，所以我觉得要维持做这件事情，你没有一定要很厉害，但是你一定要尝试做这件事，一定会变得不一样。不会的，我怎么会累？很舒服啊，年长者一起来运动，要运动，不然会失智、白痴，这个都会。要运动，一定要会。